混无法接近。啊！喂，快停下！哟，是你呀，小骗子天女，上次骗我们的账还没来得及找你算呢，今天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姑娘现在没空听你胡说八道，你在这么茂密的森林里生活，万一着火就会烧掉这一片森林，快点停下来。小骗子就是小骗子，胆就是那么小，着了又怎么着嘛。不可以生火，你到底听不听？我不听。那你就出拳吧。来告呀。皮苦米呀，恶心肚子痛。森林里生活靠常识，你自己慢慢检讨吧，我还有事赶时间，你先走了。您慢走。今天幸亏遇到了刘小娘娘，是不是人家可就危险了。不要小心，注意一点。冬雨，看到你们不卡卡的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冬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，是你救了我们一家。坐这儿喝点水吧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没事的，我会照顾她的。那我们走吧。冬雨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我们一家永远欢迎你。你呢，在这乖乖站好。
谢。有能力就要帮助其他人，你做得非常好。不过我觉得我苏里拉……这是武金星的问题，你救的苏里拉没了，现在是全新的苏里拉。嗯，如果你想要将它稳定下来，成为自己的武金星，还需要时间来培养。可是我想要变强大保护我的朋友，你应该告诉我怎么做才对。我会好好听话的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没有国就没有家，生物场一天不恢复，五阴世界就一天不平衡。你家的不幸也有可能发生在西瑶家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。先找无水晶碎片吧，这也是天女们目前最大的任务。你要加油，我在后面保护。是精神上支持你。你不是不爱小宝吗？啊，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小幸福，就想笑。是因为新的苏里拉才会这样的吗？是吧。父母有种胀气的感觉，难道这就是？不可能，这是来自瑞山的无水晶能量。走。坎特，你被释放了无法了。小明快走，别过来，这是陷阱，他们……你当我傻啊？我当然知道这是陷阱。你看什么看啊？先说好啊，我救你是武林道义，可不是在担心你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炫光少女，救你这个小小庶民是很正常的。不许笑。谢谢你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真是好感动啊！感动的哭出来了。混蛋龟，你根本没有眼泪。哎，老黄龟，哭个给他看看。我怎么哭呀？我不会哭，我只会混乱。哎，算了，先对付这个皮仙女再说。小明，你苏里拉不够。要不我们投降好了？谁要跟你投降啊？我躲避天女有炫光无法装备，哈！哎，臭丫头，来尬舞拳吧！哎，出兵啊！还我东西住！小明，你没事吧？嘿嘿嘿！哎，孩子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冲我来啊！闭嘴！本姑娘不需要你瞎操心。小伙子，纯英雄是吧？好、啊，你别过来啊！我不怕你啊。那就来惩处你啊！啊！救命啊！炫光无法躲避天女转移，当心。
小丫头，别说本龟欺负你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先欺负的了再说吧。皮皮虫呀，严重严重射开。好强啊！我永远不允许，我可以踏进你的身体。请你的